无飞星宝贝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七场赛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，奥斯卡$16啊，1.0位置，王琦举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埋边位置健康欢笑啦，中间幸运日啦，咁啊同埋呢只奥飞星啊，咁啊再见到出边有爱宝，咁啊中间咧仲有宝贝王啦，最出红黑直间衫奥斯卡，跟住佢后边有姜饼人内兰真系奇啊，数翻中间就金饭碗小奇妙，尾二橙帽蓝衫嚣帽，暂时包尾白衫白帽嗰只咧就郭威龙啊。過八百，前面帶頭愛寶奧斯卡第二位啊，唔怕食泥添啦。第三位嘅馬咧，埋邊有健康歡笑，中間幸運日啊，再見到外邊咁啊，有呢只傲飛星啦，跟住後邊內蘭真係奇，中間小奇妙白鼻箍寶貝王追出姜餅人，尾三埋邊白帽嗰只白衫咧就確威龍，後啲先有金飯碗啊、驕舞嗰啲馬。好啦，正在去直路啦，前面透出有愛寶，睇下中檔咧呢只奧斯卡跑呢啲地得唔得啦？再見到中間有健康歡笑，外邊追緊上嚟嘅馬咧，仲有呢只傲飛星啊，馬。林中间系幸运日啊，最出上紧嚟仲有姜饼人，最后百零米啦。咁啊，奥斯卡依然系占先啊。咁啊，见到中档位置健康欢笑追紧，内栏仲有爱宝啊，外边位置就系呢个奥飞星啊，接近终点啦。奥斯卡上翻1.6倍，一样收姜赢啊。第二名健康欢笑，第三名爱宝，第四名系奥飞星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奥斯卡竟然獨贏回到有1.6倍啊！咁但係都一樣，可能嗰個場地啊，咁啊結果都收曬姜嚟贏啊！至於跑第二名嘅馬咧，係呢只白鹿嘅健康歡笑啦，埋邊愛寶啦，第四名係奧飛星啊！奧斯卡話臨尾有翻$16喎，但係都好輕鬆喎，贏得真係都完全係唔同班次嘅，係啦，精彩日子有追風進足啦，而家咁嘅樣睇係咪？頭先有馬迷話健康歡笑第二，愛寶第三，傲飛星第四。馬迷留言話佢精彩日子啊嘛，我哋都即刻回應哇！如果精彩日子 level 啊，咩場地我諗佢都行過對手，結果係真係贏得相當輕鬆嘅。真係行過啦，係啊。健康歡笑真係嗰個場地幫到佢，因為你睇翻佢直路咧，我見阿田太安想抽出去衝噶，但只馬閃翻入去，即係仲係有少少。仲有。我要劍飛星，我今日真係全力支持阿蔡漢。個半月內，咁啊，嚼咗三場嘅頭馬，就係呢只奧斯卡。如果阿蔡真係冠軍，呢啲馬一定係居功至偉啦。佢成日咧喺季尾咧都有啲好質身嘅馬出嚟咧掃噶。其實佢上季都有呢個情況，不過就僅僅佢 win 其實係。同方家牌一樣噶嘛，上季係個好似數狐尾第二名係唔夠方家牌啫嘛，我記得係頭冠頭馬數字一樣噶。真係犀利啊！係啊！最近呢件紅黑直間衫都已經翻曬嚟啦，啲雲啊，季初好弱噶嘛。我哋睇翻四連萬啦，派1134。四重彩係派11181。哇！11000幾喎，即十真係難捉啲嘅。我哋睇下巡台影片啊，點樣表演啊？12檔奧斯卡一起步都唔使話點樣特別真係喐手噶啦，順住走咧都已經夠走咗上嚟噶啦。前面走嘅我哋見到愛寶力騎啦，咁佢係帶埋奧斯卡入嚟啦，中間係只寶貝王啦，咁啊入面咧就係健康歡笑、幸運日同埋奧飛星嚟嘅中間嗰只啊直間帽，後面嗰陣啦，入邊數出嚟真係奇小奇妙金飯碗，然之後姜餅人包咗落尾就係驕舞同埋確威龍。都好似冇咩章法噶啦，走喺前面啊，咪有得只馬順走啦。今日原來冇遮擋，原來仲勁嘅。反而幸運日就好似有啲兩頭擺嘅感覺喎，好早已經要開始逼噶啦，睇到真係嗰個場地性能咧，嗬，可能麻麻地啦。一跟到轉彎都開始已經見佢騎啦，都冇乜噶啦。其實你話健康歡笑奧斯卡都想走出去嘅，咁但係只馬一騎落去就挨翻入去，而且亦都越走越勁咁啊！唉，是但啦，你挨翻入去啦咁。健康歡笑就盡量用個右手邊去調校翻只馬嘅走勢啦。不過其實都唔勁嘅，你見到啲馬。你過愛寶啫嘛。
姜餅人都真係追翻我第五喎。分段時間24秒200，22秒95，末段22秒81，總時間1分10秒04，總時間就係慢於標準時間4:04嘅。